对吧？如果不怎么不能改能叠加呢？然后它是从可以叠加改来不能叠加的。你反了，它其实以前是可以叠，但现在不能叠。哎，它是从可，它是退步了。好吧，哎，恭喜主播说了一定有，一定有啦，主播哪次没有？好啦，如果我们30抽有中的话，我就再刻一个这个吧，我们就刻一个1350，好不好？30抽有中，我们就刻1350啦，好不好？没有就算了 ，OK 吧？我是觉得不会中啊，哪有那么晒，对不对？哪有说30抽中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立个旗嘛，我们就能再来立个旗嘛。30抽中我就刻一个1350这一包嘛，就是那个保证这个纪念礼包，没有？当初在日本可以，要保我对吧、啊？来拼个保我，好不好？如果我们30抽出货，我就刻一个1350的礼包啊，好不好？我相信是今天是没有问题的啊。来啦，我们11点开抽，11点一定行，对吧？相信虚主播，哪有可能？看我上一次立旗，哪有可能？哎，好啦，我们就上工啦。我们今天没有，因为反正今天本来就挺突击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抽吧。要确定的，干哪有可能30抽哪有可能中？30抽中我就直接去买那个礼包啦，哪有那么晒？不可能的。哎，恭喜，一定行。主播觉得今天干，等一下两个是不是？一个啊，亚瑟 AW 日常，还行。好，我们还剩20抽的机会啊。不知道今天工程师在不在啊？墨菲定律没有墨菲定律啊！我今天墨菲就是墨菲续不会走，我是觉得应该是没有啥太大问题。赶30抽而已耶，怎么可能？30抽怎么可能就都又一个？赶这是怎样？到底是都想要我氪金？这游戏到底是怎样？一听到我说要氪金就啊，我65还可以爆开哦、喔、啊！哈，好，杨将 ，OK， 工程师都跑去过情人节，对啊，对不对？都跑去过情人节的啦。好啦，最后10抽，看怎么可能？你们30抽中五路财神，我自己都不相信有，我自己都不相信会中了，对不对？那这十抽怎么中了？我们就再买啊，对不对？你看直接，哇靠，又踩，不会吧？不会又出赚吧？好像又一颗哎、欸。去你的垃圾游戏！去你的垃圾游戏！这游戏应该有监听系统，对不对？这游戏一定有监听系统了。好啦。我没有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情。看主播要加班了，主播可以骗点抖内吗？主播快活不下去了。看我本来只是想要做做效果而已呢。希望刷得过，我有点怕刷不过，我有点担心刷不过。哎、欸，刷不过哎、欸。哎，刷不过，等我一下，我拿另外一张卡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等我一下。
看一下我的读到还剩多少，说出来就没有。我看一下额度差多少。哦，医生剩余额度106，难怪过不了，好吧？那哎，这张卡，试试看这张。对啊。为什么我所有卡都刷不过？刷不过哎、欸！等一下，哦，有了有了，够了够了够了。这游戏有病吧？这游戏有病吧？啊！怎么办？我突然有点不好意思、欸。怎么办？幻梦消失了，幻梦没有在看台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就来抽岩泉卷吧。干哪有可能？怎么会这样、啊？氪金不抽卡体验不是这么糟的、欸。果然，利息是有用的。哎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哎、欸，你还在啊？我以为你已经离开了这个直播。来，我们先抽幸运票券。幸运票券能不能中多一点石头啊？让我补一下好不好？我怎么会？哎，怎么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、啊？看我这月真的是氪超过10000了，好吧？啊！所以我们要来抽这个严选券，是不是？我严选券。我记得我几乎都没有啦，我记得我几乎都没有啦。对了，等一下可以做偶像比赛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再抽了。记得几乎都没有啦，好不好？我看一下，我稍微瞥过去一下，三十几只嘛，米兰啊，这个有了，卡伦，然后薛曼有了，然后穆顿没有，诺亚可以，好不好？不要，反正。不要很奇怪就好，拜托，给我点像样的东西，然后不要重复，拜托，真的不要重复，重复真的是被制裁，你知道吗？重复就等于被制裁的概念，所以不要重复，拜托。一起中诺亚，没有旗帜力的啦，没有旗帜力的啦，会不会中诺亚？如果中诺亚是最好，但我觉得可能性是不太高了。买个像样的东西就好了。啊，牙膏，好了，牙膏还行了。牙膏还可以啦啊，但是它真的蛮卡的呢。好吧，其实是比较想要那个啦，李德春，然后诺亚，或者是汉德帝，或者是地龙，或者是姜子牙。好了，牙膏，好了，牙膏也可以啦，可以接受。没有想到，看他怎么又这样。我等下去问一下麦克，游戏是不是有监听系统？怎么会变这样？欸，直接给你满等了、喔。他直接给你满等满计哦。干，算错，还剩56抽。那我建议你直接氪一单吧，氪一单可能比较快、啊。